共同来参与呢这一次啊，那个甲辰年哦，甲辰年呢，这个圣母朝天敬灵孝敬活动了哈。那时候，那我们朋友刚面向那个舞台这边了哈，那个左右两侧，那红毯前哦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北港朝天宫，好，那个爆华仔爷爷已经来到现场了。我来掌声来鼓励一下，那个看到那个爆华仔爷爷。就已经知道，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天上神庙，那个妈祖婆即将莅临现场。来，那个爸妈带我扶手边，好，爷爷，谢谢你。来，接下来哈，接下来我拥有百年历史的那个青铜字五年，哦，青铜字五年所创立的，哦，那个记得。朝天宫的天上神庙，甲神开路大鼓，我们将即将莅临到我们的广场前。那么欢迎将来往旁边哈两侧，让广阔各位问一下哈，来金身顺开路鼓哦，有百年历史的金身顺开路鼓，哦是非常非常多的银神三辈共同邀请的非常非常棒的一阵团体哦。尤其是那个排骨跟枣哈，非常非常的精彩哈。来，来，第二组的朋友来加载哈，那个冰箱盛开的哈，来来排骨跟枣。如果
们的八大永驻保佑的万宁哦，有330年的历史了哈、哦。那我们的正威团的成立哈、哦，就如同咱的妈祖婆来恭喜到咱的台湾哦，赶快的这礼拜，所以咱大家都知影差不多哈、哦。咱的这个正威团少角队哦，这个年代有偌久远了哈、哦。来掌声来欣赏一下哈，那正威团少角队的精彩的少妇。咱的仔细哈，邀请到咱的好朋友哈，咱的扫帚跟别的地方的扫帚的吹奏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
长哦，全程陪同啊，全程的共你参与这次的盛会。给你看我，给你看我。我真气起来。咱要来准备恭迎，咱的山边妈祖爷。